家好，我是卷卷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间位在西门町的吃吧。那大家来到西门町，不妨就是逛逛街，看看电影。那其实这里还有很多隐藏版的美食哦。那我喜欢这里的原因是因为这里的灯光很温暖，那其实里面还摆放了很多公仔、书籍，还有非常宽敞的沙发区，很像回到家里的感觉。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闪电泡芙女士，你不要看它外表看起来干干的，其实咬下去非常的松软。那它是用两种 sauce， 那巧克力跟榛果酱，其实吃起来很像金沙巧克力的感觉，尝起来非常的香浓哦。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雷梦娜公主，那平常吃柠檬塔会觉得它特别的酸，但其实它的不会。那它的派皮其实非常的酥脆，那吃起来非常的爽口哦。吃完甜点会想要来一杯温暖的饮品解解腻，那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蜂蜜生姜拿铁，那其实冬天喝这个对女人来说非常的温暖，也是一个很健康的选择。周末假日不妨跟姐妹来到吃吧聊聊天，喝个下午茶吧。那大家还喜欢我今天介绍的两个甜点吗？想知道更多请锁定 Looking。